这个就是我们雪龙船的安利小屋。哇，终于来到了传说当中的安利小屋啦！大家都知道，南极呢这个生态非常的脆弱。嗯，安利的产品呢对极地的这个环境保护呢又非常有利啊，所以呢我们特意选用了安利的产品。因为呢安利公司也一直是秉承着环保的初心，而我们呢也会带着这绿色的足迹啊一直走下去的。啊，这个是首次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南极考察队员。那么这边呢，这个是我们中国南极考察队首次登上乔治王岛。雪龙号超雷